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相信有玩液压的压友们，对于多到不行的每日任务都感到非常困扰吧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康资讯：自动解完每日任务功能。首先打开探索，点选每日任务，把等级低能速刷的任务全部接起来，一天最多能解30个，能接多少就接多少。接着来到委托所，选择地区委托，选择管理委托，下方有一个连续进行，让它开启，这样就完成喽。接着你只要随便点一个每日任务，它就会自动进行。接下来我们稍微展示一下它的实际运作方式。每打完一个，就会金币快速传送到下一个任务点，直到把所有的每日任务都解完，不用整天盯着游戏接任务。这个功能一定要学会，真的太好用啦！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压友们，开始每日任务一条龙之前，记得先将背包清空，药水补满，然后跟我一起解放双手吧。如果在游戏中有进行商城消费，你会获得赞助点数 Seed， 可以到液压官网点选上方的 SSS， 开启下拉选单，然后选择实况主赞助现况，滑到中间的验证实况主这里，搜寻 DING1003， 就会出现我的频道，点选上方收藏，然后进入我的频道，你可以在这里观看我的每一场直播。觉得喜欢的话，可以点赞及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将你的赞助点数分享给我。你的支持与肯定是我努力创作的助燃剂，感谢你们，让我们一起成长吧。